我长个小会讲，你卖冲动，卖乌白破啦，要用阿伯啦，阿婆你看啦，破一个，我真正都唔敢看。阿西爸在后面入戏没有错，他不同意了。什么不同意？嗯，他知道他会同意，我才怕。我们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深思熟虑，还是我们先觉得连朋友都不要当。我就跟他讲，不要这么冲动，你冲动个屁呀、啊！你看了，他哭成这样。我会对你负责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小声一点了。我长个小会讲，你卖冲动，卖乌白破啦，要用阿伯啦，阿婆你看啦。破一个，我真正都唔敢哭，他搞得我越活越回去了，干什么呢？喂，小尊重一下，尊重一张卫生纸好不好？魂断地海岸，我是魂断国境之南一夜情，连这个我都不给他机会，搞得好像我没有原则，没有错，我再怎么没有原则，也不可以让他越过了一步。阿西爸在后面入戏，没有错。他不同意了。什么不同意？嗯，他知道他会同意，我才怕。怎么了？阿爸没带起来，一定是我表现不好。嗯，什么不好用、啊？如果用过，今天态度绝对不是这样。我们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还是我们先觉得连朋友都不要当心。记下先生，记下朋友，卖个卡啦，我两个要切啊啦，来去翕平安分手的照片，做一个最后的澄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后来。